乌云密布，可以看到。本来想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好像那边可以看到，哎呀，我连三脚架都没有时间来弄，赶快录制这一集，然后可能要在下雨天赶回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哇，那边阳光明媚，那边就乌云从后面来了，哇，今天两度，但是今天早上经历了春夏秋冬，早上下雨，中午出太阳，现在要准备下雨，拍摄的延时摄影。这一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跑步，跑车和跑者。之前我发布了一个视频，或者是讲之前那个视频就是风雨无阻的人，然后发现很多人在讲跑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回复，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去跑步，或者 有一个人在回复当中就很有意思讲，为什么那么辛苦，下雨天还要这样子折磨自己。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上跑步的时候，你跑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所以当你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是为了拿奖的话，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因为只有跑步的人才懂得跑步当中的那种乐趣，那种享受。哇，雨开始来了。而且当你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不想停下来，或者你就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跑步会让你的心情更加的舒畅，跑步会让你更加能够专注在某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会喝酒，可能你会听音乐。哇，雨真的是下得蛮大的，乌云很大，乌云你可以看到，乌云很大，后面是蓝天，那边是乌云。赶快讲完，然后我要还有很久的时间走回去，可能要冒雨走回去。所以就为什么当你跑步的时候，我一路走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一直在跑步，当一路走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一直冒着雨还在跑步。可能英国当中有很多人是很喜欢跑步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你会觉得跑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在跑步的时候，你可以暂时放下一些烦恼，可以让你专注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坚持，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知难而上，迎难或者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跑步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很享受那种身体上的轻松。当我讲到轻松的时候，不是讲你身体不累。所以小时候我们跑步，我们觉得哎呀很自然，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越来越年长的时候，或者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年人是会很羡慕年轻人能够跑步那种状态。因为那种轻盈，那种想跑就跑，想停就停的那种心态是很好的。所以当老年人很喜欢跑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保持那种年轻直到老的时候。我曾经也是，哇，下雨，曾经也是个跑者，但是因为2015年我受了伤，所以我就停止了跑步两年的时间。但当中我一直很想跑回步，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刚开始享受真正享受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没有人叫你去跑步，你还自己为你自己去跑步。所以你跑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所以一个跑者他真正享受是自己跟跑步的时间，是孤独的，但是是却是很享受的。所以如果你知道跑步的心态，一个跑步的人跟一群跑步人是很不同的。一个人跑步他是自己跟自己去较劲，自己跟自己去赛跑。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困难的事情，自己跑步的人他不容易随波逐流，不容易被困难打倒。不是说不会放弃，我也会放弃，我现在也想重回自己跑步的那段时间。但是我记得我是2015年开始跑步，我跑了一年多，而且每天尽量每天坚持跑步。然后我是2016年受伤的，受伤之后我就停下来，然后我停下来到现在，每次回想这三年的时候，我都很想回到那时候我还跑得动的时间。所以当跑步的时候，你身体停下来，你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别人的赞赏，
而是单单是为了自己在忙碌的一天过后有跟自己安静的一段时间，在跑步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想其他的，只是想完成那4公里那5公里。所以跑步的人他有一种的心态，一种的喜悦，一种的开心，一种的放下，一种的淡然，一种的独处，但是又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所以当你没有跑步的话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你刚刚真正开始自己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很爽的。所以我在这边，如果你体重太超标的话，你不能马上跑步会伤身的，跑步还要循慢慢的去进步。所以我之前就是因为太急进了，就伤害到就我把我的脚给扭了，然后需要了2年时间慢慢恢复。所以你可以尝试100天里面坚持每天跑4公里，你会发现这100天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真正抓到跑步当中那种迷人的地方的话，你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如果你抓不到的话，可能你跑1天你就会放弃。所以跑步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有人问我我没有烦恼吗？我为什么能够笑的面对这些东西？其实我有很多烦恼，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学习如何在跑步当中去释放自己的压力，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的录制视频当中，我会600多集当中基本上每一集都是笑着跟你们讲话。我觉得看视频我不希望哭着跟大家讲，你看我的视频我希望能把我的正确的或者是积极向上的一面能够彼此的鼓励，并不是说我不会打倒，并不会说我不会面对暴风雨。下雨了，真的是下雨了，并不是说我不会害怕暴风雨，也是很害怕。我现在要把相机收起来，这个暴风雨不简单，这边还拍着岩石，你看到？哇，嘿，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现在马上就乌云，而且是满大一片乌云，我可以看到。我要把这个相机收起来，然后放在背包里面，跑回去，在雨中跑回去。下次见吧，拜。